帝曰：夫道者，年皆白鼠，能有子乎？岐伯曰：夫道者，能却老而全形，身年虽寿，能生子也。皇帝曰：余闻上古有真人者，提彻天地，把握阴阳，呼吸精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翼，故能受蔽天地，无有终时，此其道生。中古之时，有至人者，纯得全道，合于阴阳，调于四时，去世离俗，积精全神，游行天地之间，视听八达之外。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，亦归于真人。其次有圣人者，除天地之和，从八风之理，是世欲与世俗之间，无灰嗔之心，行不欲离于世，披服章，举不欲观于俗，外不劳形于世，内无思想之患，以田于为物，以自得为功，形体不蔽，精神不散，亦可以白鼠。其次有贤人者，法则天地，象以日月，遍列星辰，你从阴阳，分别四时，将从上古合同于道，亦可使益寿而有吉时。